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某游乐区哈展示建筑模型啊，模型是，是以这个1:25，1:25，缩小哈，1:25的比例缩小，哦，1:25比例缩小是这样的意思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它本来建筑物的话是25公尺的话，长度是25公尺的话，它把它缩小成1公尺。好，则他说大小哈，大小哈，这个我们叫小 v 啊，这体积，大小为4800，48000啊，48000立方公分的模型。那么它其实体哈，体积呢是多少？实体的建筑物体积是多少？好，那这个长度比是1:25嘛，所以它的体积比哈，就 v 比上呢这个大 v 是长度的30方比，就 l30方比上 l30方，所以是一比上呢25的30方。好，那所以我就晓得哈，这大 v 啊哈，以上这个小 v 是48000哈，这是立方公分的啊，这个应该等于多少呢？这个比这个嘛，就是25的30方比一啊。好，那么他们说实体的体积，他们是多少立方公尺嘛？所以这个要把它化成立方公尺，所以 v 是等于多少呢？25的30方乘以多少？48000。好，那我把立方公分化成立方公尺，一公尺是10的负24方公，一公分呢、啊、是10的负24方公尺，它的30方，所以这个就等于多少啊？这个就等于那个，48呢乘以25的30方，48啊乘以25的这个30方，这是75000四个零啊，这一个东西乘以这个哈是75啊，后面四个零，后面四个零就是10的40方嘛，再乘以呢这里有三个零，10的30方，再乘以多少呢？这里是负6，10的负6，它是立方公尺，哦，立方公尺。好，那这样等于多少呢？这个10的负7嘛，10的负6，哦，7减6就1，所以10，75乘以10就750立方公尺，哦，立方公尺，所以答案是750立方公尺。